声。五月天。没有人回应，其实没有观众的演唱会有点不习惯，是蛮不习惯的。哎，你们知道这边是哪边吗？这边是台北市立体育场，没错。欢迎大家光临台北市立体育场。我们那么甜，那么美，那么熟悉，那么疯，那么热烈的自己，为何我们还需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？突然，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，好想你，突然暴力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我要破风，我要破爱，城市，我要破风，我要破爱，剩下的一场狂欢。对五月天来讲，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场地。第一场演唱会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对然后第一场万人演唱会，万人唱会对，万人，第一场免费的万人演唱会，第一场免费的万人演唱会，还有人来的演唱会，对，还有人来，没错。虽然说有点不习惯，现场现在是没有观众的状态，对，对，对，但是我感觉到就是成千上万的呐喊声，对，我都感受得到。你从哪里感受到的？你看现场所有的荧光棒都点亮了，哇！而我们都知道呢，其实每一个荧光棒呢，其实代表就是在手机旁、在电脑前、在电视前面和我们一起参加这场演唱会的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和我最后的坚强。